我们这边现在开始割早稻了，现在这些田啊都已经割完了，现在在耕田，割完田之后就接着种下一步，那边有收割机在割稻谷。为冷气房子画上一扇大窗，再画上一张床，画一个姑娘陪着我。这田里面有好多白鹭，现在这个收割机也比较先进了，割完了水稻直接装车就可以了，就可以拉走然后去卖。田里面的水稻都已经倒了，被风吹倒，不知道能不能割起来。在前面我们这边修了一个高铁，这些割水稻的人都是外地的，都是江苏那边来的，他们都是开车过来的，然后他们睡也是睡在车里面。在我们这边外地的收割机是70块钱一亩，然后本地的是100块钱一亩，所以呢一些种植大户都会请外地的呢来帮自己收割水稻，这样一亩能够省30块钱，那算下来也挺划算的。